蚕桑园里来了两只小橘猫，一只叫橘大雪，一只叫橘小雪。他们是我们请来的蚕猫代言人，是蚕宝宝的守护神哦。说到蚕猫，还要从蚕宝宝开始说起。在旧时，江南一带盛行养蚕，蚕饲养的好不好，决定着这一年的收成。而乡间鼠多，老鼠经常要偷吃蚕宝宝，所以蚕农们就以敌制敌，在家中养猫。家中无猫者，就在蚕室门前贴上一个大猫的图画，或在窗前摆上一个猫的泥塑，以驱赶恶鼠。久而久之，这只保护蚕宝宝的猫就成了蚕猫。蚕猫有趣的形象和吉祥的寓意一直留在镇子人心中，也为丝绸小镇蚕桑文化的传扬提供了无限的灵感。我们有幸与北京服装学院一起携手，将传统的蚕猫形象进行设计再创，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。它有着葡萄般的大眼睛，呆萌的表情。在蚕桑园的各处角落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只乍一眼以为是小老虎的蚕猫呢？这只萌了几百年的喵星人，你还不来看看吗？